这样不用，这一放可以拿出来吗？小块块这样一放的话，哎，它这个边儿就是那个凉了嘛。现在是。这样整的话，它这个边儿接触不到，光是个底儿能接触到，它有气泡，有气泡这漆皮就废了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就这俩边儿接触不好，你要等那个立马就收缩。那个东西那更爽是不是？对，你现在是底儿接触的吗？那简单。那很简单，你自己做。那个很简单，自己可以做。对对对。你们卖机的也可以做那个。你们卖机的做那个是吗？其实大部分客户还是做苹果的。嗯，做这个少，知道吧？对。